辞咗职去日本发展啊？咪都试下咯。咁睇嚟我要接受翻double P啦噃。咁有你帮 Amanda 扑心扑埋去做嘢，佢一定好放心嘅。我同 Amanda 喺 double P 经历咗好多嘢。如果唔系你嘅出现，我谂我哋已经做埋情侣。你嚟紧会有大把嘅机会，大把时间。我祝你早日完完以身。你系咪噶？好少咁有诚意噶。 喂，我而家选择弃权，你咁都唔满意？唔满意你就梗噶啦，你咪而家先知啊嘛。不过唔好话唔提你，而家 Amanda 咧就升华咗，佢唔系就系需要一个同佢玩乐嘅人，佢需要一个同佢并肩作战、解读到佢情感思想嘅人。你唔适合佢。你呢只似系工作伙伴，我知道佢需要嘅系一个灵魂伴侣。 虽然我而家选择离开，但我好肯定我系喺个名单入边。只不过而家想俾佢慢慢感受一下啫。有时咧唔一定要自我感觉良好嘅，都需要对方舒服同接受。咁我哋就等佢感受一下，一路顺风。多谢。你心里边挂住嗰个人，点解唔去搵佢？ 我中意一个人，我会全心全意爱佢，为佢付出。无论佢点样对我都好，都唔紧要，因为我心里边容纳唔到其他人，只有佢一个。我都希望对方系咁做，但系当然呢个系我嘅希望。你唔爱我唔紧要啊。 我都有好多人爱噶，我都有选择噶，我唔会乱咁俾人蚀时间。我唔理你 Amanda 又好，彤彤又好，爱情都系一样，冇得妥协，只有唯一。你仲等乜嘢啫？去搵你心里边嗰个人啦。阿七啊，送 Amanda 去。 多谢你啊 Charlie，对唔住。的士，的士，司机大哥，可唔可以麻烦你开快啲啊？我真系好中意你，我唔想任何人、任何嘢伤害到你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我哋系两个世界嘅人。 我哋之间有好大嘅差距，甚至乎有好多现实嘅阻碍，但呢一啲嘢系完全唔会影响到我想同你一齐行落去嘅决心。我净系想好好地同你一齐。你仲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过狼同狗嘅故事？我就系嗰只狼，我要上战场，所以我会变得越嚟越 tough， 但系你系一个又温柔又感性嘅人。 虽然我哋好唔同，不过我哋互补咗对方嘅不足。而家嘅我又系彤彤，又系 Amanda， 佢哋已经合二为一啦，变成一个完整嘅女子团。如果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呢一只狼愿意俾猎人捉住，成为佢嘅猎物，你估你愿唔愿意做嗰个猎人啊？ 睇完记得复我啊！顺丰啊，上生，唔该晒，春。唔该，师傅。Charlie。真系你？点解你喺度噶？ 边啊？冲绳咯，你去边啊？我都系喎，你坐边班机啊？唔系咁巧同你同一班机啊嘛？等。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哋真系再见啊！既然咁有缘嘅，一阵间 upgrade 上嚟坐啊！好啊，多谢啊！喂，落到冲绳咧，谂住第一样要。
自从遇到你，一夜同墙交记，最后却想起，唯独你从未远离。自从遇到你，命运无从躲避，想照料你竟多过我自己，也不舍弃。从头和你和记，一起再回味，怎会落田天真的记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未完成好戏，而承诺永未忘记，曾用一生找到你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，subscribe 啦！